那不就是风飘飘吗？来的正好啊。陈兵他们一定在某处观察你，等下我会故意绊倒你。你准备好了就挽住我的手，放心摔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我尽量演得真一点。只要他们发现你够柔弱，就能消除嫌疑。否则。 没事吧？喂，摔得太丑了吧！哎，我去。我就知道，有魏楚就有猛料。我先带他去医务室。 这个风飘飘，他这么弱，应该不会是他吧？我觉得他也不像是个习武的人呢。陈斌跟杨凝雪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怎么没有？ 不是，这跟我们说的，哎，不太一样。我是说，哎，谁叫某人投怀送抱的？你别用这眼神看我，像是我甩了你。你再说一遍啊！ 光天化日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你神经病！你神经病吧你！哎，平儿你回来了，哀家欺负你的八卦，我可是帮你火速放出去的。魏楚，臭魏楚！怎么了这是？ 不是，你都上香淑女了，你能不能淑女点，别都腿？我丢都腿，怎么了？我不仅都腿，我还吹口哨呢！我，你丢我！你还丢我！丢你！我这还有丢我！再丢一个！嘿嘿嘿，小小，我怎么感觉？ 他们看我都不太对劲啊！我也觉得怪怪的，也不知道那群人是怎么想的，竟然把票都投给风飘飘。既然别生气，他们早晚会知道风飘飘的真面目的。我根本就不在意当不当什么上香淑女，她想当，就让她当去啊！就是，这上香淑女的投票，指不定有什么暗箱操作呢。而且有些人。 大庭广众之下都敢明晃晃的勾引魏楚，就这还上香淑女，我都替他丢人。你别理他们了，他俩就爱乱说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天天，老彪，有人在网上传你和魏楚告白了？怎么可能？
拿过来。哎呦，我的手机。魏楚，又是你。距离上一次的治疗，你的身体几乎没有好转。最近是不是操了太多心啊？一点小事而已。一点小事儿？振兴太极系是小事儿？我看你还是太闲了。来，把药捻出来。早就跟你说了，身体是自己的事儿。你若自己都不在乎，我便是华佗转世，那也是无能为力。我已经物色好了新的人选，用不了多久，一切都会步入正轨。到那时候，就不用这么操心了。但愿如此。学长，哎呀，你气色不错呀，好多了。你在这儿衣服够换吗？后面我给你拿点别的。啊，不用，我这都有。哦，有。那你有什么要洗的吗？我可以帮你的。不用了。哎，你不用还是，我真的不介意的。我闭着眼睛洗，你就是不用，我可以。真不用。啊。我觉得你那些书是不是都看完了？哦，我给你带点新的吧。我都还有。就现在你还是喝汤吧。哎，上次不是出了点小事故吗？我就又给你搞了一个更棒的。上次没有加葱，我这次加葱了，我觉得还是加葱比较好。这次不会再撒我身上吧？不会，这次不会再撒。好喝吗？手艺不错。哎呀，我就说，我就知道用心做的食物，它一定是好喝的。我自己我都没来得及喝，哎，我就知道好喝，我尝尝。我把食谱的什么地方看错了，我回去再研究一下。我再研究一下。哎，你真的不用我帮你洗吗？真不用了。哎，那个汤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